迎接 SBL 下半球季，台湾啤酒篮球队也在过年后积极练球，全队士气保持得相当不错。而且年假期间，总教练严家华还特别邀请球员到他家聚会，也让彼此间的感情更加融洽。等于开春哈，开工的一个聚会，那大家吃个饭啊，聊一聊啊，然后聚一下，那也大家也是娱乐啊，大概这一两个小时啊，大家就是打打牌啊，聚一下，对。有没有球员会不会刻意让你，还是说？不可能哦，他们那个吃相很凶狠的。有谁快说一下？很多啊，当然以前老球员啊，尚伟凡啊。包括人为啊、齐名啊，对啊。我以前在台啤的时代，就是每年过年都会去严哥家玩，所以可能我玩的次数会比他们还多一点点，所以也大概知道就是看运气啊，怎么玩哪一边比较好，可以赢严哥的红包钱这样。除了郑仁威之外，据线人指出，所有球员中运气最好的就是周伯勋，赚到了数目，甚至还用手指比一下才算得出来哦。二十百千万啊，差不多五位数啦。五位数。然后。可是，但是运那天运气比较好，但是之前也是有输到五位数啦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还是负的，对吧？手气这么旺，表现应该也会一路长红。看来这一趟严总家过年聚会行，所有球员都已经充饱电，准备在接下来的比赛大显身手了。我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